女爱豆童年照、欧阳娜娜、吴宣仪都好认，看到杨超越被萌笑了。如今有很多的女爱豆都是人气非常高的，那么这次我们就来通过童年照来辨认一下，女孩多吧？就现在这张照片中我们看到的，就是特别甜美的欧阳娜娜。小时候的她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顽皮，很爱笑的，那时候的娜比就已经是很软萌的感觉。相对而言，吴宣仪也是非常的好认出的，因为她从小时候到现在在外形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，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很可爱的那种长相。小时候的她看起来眼睛大大的，脸型也是很小的鹅蛋脸，可以说是很标准的美人胚子。